我对你爱爱爱不完。大家好，我是 SNH48 Team S2 的小爱陈光慧，谢谢大家。小爱，这也是我最开心的事情啊！本来是瘦了4斤的，后来因为就是最近身体不太舒服，拉肚子，然后就减成又胖了2斤。那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前段时间特别想要吃烤肉，就跟思思说了好多次，我说我想要吃烤肉，然后呢，但是肚子不行，然后但是公演结束之后我没有胖，我去了。第二天我和他去了，但是后来肚子好了。没想到啊！我本来是因为说怕吃了之后就更严重了，没想到反而好了。这是我最近觉得最开心的事情。好，谢谢大家。Yeah.